有一位哥伦比亚人发明了一种新乐器，拿下2014年美国创新发明奖。它结合了管弦乐和打击乐器的特色，可以同时演奏直笛、吉他还有打击乐，而且演奏的方式很随性，可以随音乐家的喜好，你可以直立也可以平放。既然有新乐器，我们也期待有新的音乐诞生。这个由哥伦比亚人发明的新乐器叫做 Ludofono，拿下2014年美国创新发明奖。Ludofono 结合了管乐器、弦乐器还有打击乐的特色，可以吹奏出一个8度的音符，造型充满了流线感，也不占空间，方便收纳。Ludofono 的音色清亮，可以像竖琴一样立着弹拨，也可以放在膝盖上，像是古筝一般弹奏，翻转传统乐器概念，创造出音乐结合的新方式，受到美国创新发明奖肯定。Ludofono 得奖后，准备用它独特的音乐魅力席卷全球。